今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只小猪，还有一只小狗被困在岩浆中。想让我救小猪的，双击关注评论个一；想让我救小狗的，双击关注评论个二。如果你们想让我两个都救的话，那就双击关注评论个三吧。我看一下有多少有爱心的人想让我。今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只小猪，还有一只小狗被困在岩浆中。想让我救小猪的，双击关注评论个一；想让我救小狗的，双击关注评论个二。如果你们想让我两个都救的话，那就双击关注评论个三吧。